频道，我是 Mina。今天呢 ，Mina 带大家来到我称为小森林湖市的 Manny Bay Canyon Lake， 也就是山谷湖。那么山谷湖这个城市啊，有两个非常大的湖泊而著名。哪天呢，我可以带你们去看一看外景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来的这个小区是Richmond Waikaro 这个小区里面的一个样板房。那这个小区呢，一共有四种样板房。分别是两个双层的，两个单层的样板房。那我们今天所参观的这个 Hamilton 呢，是2700 square feet， 售价呢在30万到40万美金不等。那这边的 HOA 呢是137块钱，那这边的地税呢是1.13%，再加上城建税，差不多是3000块的样子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一起去看吧。一起去二楼看一下吧。
的这栋房屋呢，如果感兴趣的小伙伴记得联系我哦。这个房屋所在的小区啊，有一个3000多尺的活动中心，并配有2个游泳池、3.4 acre、3.4英亩大的活动社区公园等等，包括是走路散步的花园呐、然后小孩娱乐中心呐、烧烤区域啊等等。那么 Manifest Canyon Lake 这个城市呢，有很漂亮的湖的风景。哪一天呢，我会出一期专门介绍这个城市的视频给小伙伴。如果你对这栋房屋感兴趣的话，记得联系我哦。我的联系方式会放在屏幕上，还有更多房屋的信息。我是 Mina， 一名居住在美国加州的地产经纪和注册会计师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订阅、转发、评论哦。YouTube 的小伙伴，记得帮我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每次 Mina 发视频，你们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哦。好了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